看看你在这里，等等，我们现在厕所那边有屎。跟你讲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夸张。那你要拍吗？等等，我还没。那你要拍里面？那有人大事小心捂住。感想是什么？你们的朋友们吗？不是我们有。那你的感想是什么来？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，我以为只是一小狗在那边而已，它是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二位挑战者，这个第三位挑战者。我早上看过了。好，看，早是早上。对啊，昨天晚上还没事。就我一直到六点，我去上厕所的时候都还没去。我刚刚吃东西是可以。你先把吞进去。好的。我还好久。好，来，吞下去。走。我喜欢在上厕所。我们从第二人称视角。我们已经闻到很奇怪的味道。要看。不要开那么多。那看起来像是有人就是大便然后挖出来，然后直接抹在地上。有人看，不能只有我看到。这不能只有你，不要开那么大了，开小一点就好了。你又回来了，你为什么回来了？你知道那个吗？看你先去演戏，你去，真假？走，拿到一张，走，那边，我们一起看着这张纸。我不敢进去。哎，你看我去，我不要看，叛徒。我现在很饿。哎，我好饿，赶紧我要去吃饭。啊，我看平常都不会这样嘞，都没有在生气的。今天不是我生气，你不生气的事情，是他不生气的事情。他不生气，我平常没。之前那一步，我平常没那么凶，是我。我很生气，我要他妈的小哥，你自己评评理。我一点都没安呢。来，小哥来看，真的不可理喻啊！这个你不要再说你看不到了，这个你看不到，我真的别人。可以开吗？可以开。禁止大便，以后我等下写张纸，禁止大便，是很夸张，是很夸张。我刚还以为你在里面大便怎么这么臭。看到我，我生气。